是我们这一次呢跟着阿里山这边呢来到了乐野村，然后来看到我们的皮雕老师哦，是那个邱梅慧邱老师。那老师现在帮我们的是在做上色的部分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皮，不好意思，吊饰，好，或者是手环的部分，嗯。那老师他比较特别，是他还走向比较可爱风，所以他的这叫什么？老师，敲磨的工具啊？哦，敲磨的工具都是属于比较可爱，你看有那种山猪正在跑的样子啦，哈，还有大象，哈。老师现在帮忙上的是紫色，老师你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的开始要怎么做，就拿到了一个皮之后该怎么做，先打湿，然后对，我们先沾水，然后再看你喜欢什么图案再敲上去，就敲你喜欢的图腾，比如说你要打个周祖的话，就把周祖那个意象用上去，哈哈哈。那如果可爱的话就是山猪啊，还有一些像大象也很可爱，还有小鹿斑比哦，这看得出来，就一个中文字就出来了，他表示他很喜欢大象哦，还有打错的，不会都很可爱，都很可爱，就是打错才是自己做的呀、啊，对啊，都是自己做的，对，好，好了，老师，那他们拿过来就可以直接上色就对了，對，然后老师用渐层的感觉，所以他是先从两边，好，我们现在再看一次老师怎么做，你要什么颜色？红色，哇，他想要红，哎、欸，心情是想要红，好，敲。这个正在敲，扣扣。这个正在对，这个一看就是公务人员，太正直了。来帮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敲。哇，好淡呐、啊！我看一下，太淡了。对，准备敲一下。所以要用力吗？老师那个力道。因为如果说模子大的话，你就要用力。对啊，那个七的模子是小、啊，所以你就不要那么用力。要拿捏了啊！你有没有跟我讲说你是敲，还是要先涂湿呢？有，已经为已经涂湿了，所以没办法再重敲了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可是已经很大力，他头还是会。对啊，就是。因为我觉得他转动太大，太粗。来吧，再一次。这个一渐层感觉就是两边一定要很深，边边深，然后中间就慢慢给它淡，有时候留那个皮的颜色就很好看了。我觉得这个香菇比较反光，像我都会注重在边边。这个很用力了，有型了。所以老师是要一敲就像这样有深色印子吗？其实没关系，我们如果你敲的不够用力，我们上色它也会、也会把那个字对吃下来，就会吐出来。这么丑，你们两个要被我关进去了吗？红色将要成型。你们这颜料是什么的？酒精性的，对对。所以到时候如果泡水，这都不会褪色了嘛，上色就不会褪。我等一下还会帮你们做定色，可是你不能泡水哦。你洗手那个 OK， 可是游泳啊洗澡要拿起来，对，皮的，要不然就会变成圆，就会变原来现形。可是它不会啦，歪就不回来，有种变冷的感觉。没办法，但是课上的东西不会掉了嘛，老师？不会不会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这个非常好玩，而且最主要是。我们就超喜欢那个皮的香味，真的很香。有吗？可是闻不出来。你要亲自来玩。那老师，所以说，如果说来阿里山的话，就可以跟你这边皮雕制作的话是100块嘛，可以来这边做体验。对，就是这种。好，这个东东山猪的是谁啊？你要拿起来做体验。另外呢，老师的东西绝对不是这样哦。不然怎么称老师？我带大家看作品。来，这个是信封套。老师的作品真的很漂亮，你看这是一个大包包。等我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帮你拿。
帮我鉴定一下。那个Duncan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这包包吗？这包包相当漂亮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站到这边来？真的？对，这一面真的很漂亮。你看，这是老师的作品哦。对，超漂亮的。你看，这是老师的作品。然后老师，然后还有哦，你看老师在这里，老师把它，你看这里是皮的，然后敲的很像那种编织的感觉，这都是皮雕哦。你看多香的皮，多香，猪皮，里面是猪皮。对啊，你帮我拿着，那好，你看，它这还有那个头发纹路哦，就是猪毛，就是周族它最原始的衣服那个服饰，猪毛，然后还有他们的梅花，他们的水鹿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还有其他作品，老师真的很有名。来，我们现在看这个。兰花包，老师外门口就养了很多兰花。这是樱花包的部分，这都很漂亮。啊，你看，这就是刚刚感觉像编织感觉，用敲的，然后这都质感都很非常的好，啊，很香。然后各种不同的造型，看你要设计成什么样子，老师都可以帮忙制作。啊，这个看起来好优哦，大家看一下，来看，不错哦。这个也很漂亮，不小心吧？这个，这是猫头鹰，这是笔记本。你再帮我拿一件阿姨过来，他们要拍照。哦，好。你那一包拿过来，给我分好了。好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 B 的图画。好，要看老师的作品，老师其实作品还非常多，你看这个海豚多漂亮啊。老师有网站吗？有，大家可以去找。大家，老师啊，怎么样找你呢？啊，应该上网找一下金皮雕工作室跟秋梅慧老师，就可以找得到老师的网站嘛。那老师也可以接受订购，对不对？请看手册后面。然后它有很多的很多的背包、零钱包、长短夹，刚给大家看的。那你可以给老师照片啊，帮你弄他，你跟你亲密爱人的最特别的东西啊，都可以跟老师做订购的部分。然后这都是真的皮哦，都很香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这是老师的工作室。好，这个在这。不放手。他说他要金色。厨房在厨房。说他要金色。只要帮，我们就上色了哟。我看到我的山猪在奔跑，在草地上奔跑了。哦，老师这样夹好聪明哦！其实大家可以这样夹，涂起来会比较漂亮。手不会用到，比较不会用到。对对，我有看到用手这样沾，然后就变颜色都混到了。哦，嗯，那反而老师这样很聪明。
哇，老师把那个山猪弄出来了。哎，真的是金色的。我想要用成晚霞的颜色。哇，有哇，好棒哦。这边是所以有时候那个颜色都不一样，啊、真的有渐层了，渐层出来了，哇，刚好都是他们适合的颜色，对啊，嗯，好可爱，嗯，而且我本来路是没有敲好的，老师又把它救起来。而且我的蘑菇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像可以吃了哦。对呀、啊，熟了熟了熟了。好，哇，好有 feel 哦，老师谢谢，这很漂亮啊。对，这边还有，我刚刚看到老师的宝贝拿出来了，一定要手环。这是编织的，这是编织袋。先打好再编织，然后这是又缝上了新的饰品贝壳，这个就很漂亮，这是大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老师要上，老师现在是准备要上漆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上漆之后啊，就这样有保护漆，会有这样滑滑亮亮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就有新的玩具咯，这是一个吊饰。好，欢迎你自己来。阿里呵呵呵，不用，没关系。可是已经很大力，他头还是会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本身太大，太粗了。来吧，再一次。这个一渐层感觉就是两边一定要很深，边边深，然后中间就慢慢给它淡。有时候留那个皮的颜色就很好看。嗯，我觉得这个香菇比较好看，像我都会注重在边边。这个很用力了，有型了。所以老师是要一敲就像这样有深色印子吗？其实没关系，我们如果你敲的不够用力，我们上色它也会把那个字吃下来，就会吐出来。这么丑，你们两个要被我关进去了吗？红色将要成型。你们这颜料是什么的？酒精性的，对对。所以到时候如果泡水，这个都不会褪色了嘛，上色就不会褪。我等一下还会帮你们做定色，可是你不能泡水哦。你洗手那个 OK， 可是游泳啊、洗澡要拿起来，对，你的，要不然就会变成圆，就会变原来现形。可是它不会啦，歪就不回来，有种变冷的感觉。没办法。但是刻上的东西不会掉了嘛，老师？不会不会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这个非常好玩，而且最主要是，我们就超喜欢那个皮的香味，真的很香。有吗？可是闻不出来。你要亲自来玩。那老师，所以说，如果说来阿里山的话，就可以跟你这边皮雕制作的话是100块嘛，可以来这边做体验。对，就是这种。好，这个东东山猪的是谁啊？你要拿起来做体验。另外呢，老师的东西绝对不是这样哦，不然怎么称老师？我带大家看作品。来，这个是信封套，老师的作品真的很漂亮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大包包。等我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帮你鉴定一下。那个Duncan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这包包吗？这包包相当漂亮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站到这边来？在哪？对，这一面真的很漂亮。你看，这是老师的作品哦。对，超漂亮的。你看，这是老师的作品。然后老师，然后还有哦，你看老师，老师把它，你看这里是皮的，然后敲的很像那种编织的感觉，这都是皮雕哦。你看多香的皮，多香猪皮，好香啊！对啊，然后你帮我拿着，那好，你看，
它这还有那个头发纹路哦，就是猪毛，就是周族它最原始的衣服那个服饰，猪毛，然后还有他们的梅花，他们的水鹿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还有其他作品，老师真的很有名。来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兰花包，老师外门口就养了很多兰花。是樱花包的部分，这都很漂亮。啊，你看，这就是刚刚感觉像编织感觉，用敲的，然后这都质感都很非常的好，啊，很香。然后各种不同的造型，看你要设计成什么样子，老师都可以帮忙制作。啊，这个看起来好优哦，大家看一下。来看，不错哦。这个也很漂亮，给小皮宝啊，这个。这是猫头鹰。这是笔记本。你再帮我拿一件衣服来，他们要拍照。哦，好。你那一包拿过来，给我分好了。好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 B 的图画。好，要看老师的作品，老师其实作品还非常多。你看这个海豚，多漂亮啊！老师有网站吗？有。大家可以去找，大家老师啊，怎么样找你呢？应该上网找一下金皮雕工作室跟秋梅慧老师，就可以找得到老师的网站嘛。那老师也可以接受订购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请看手册后面。然后他有很多的很多的背包、零钱包、长短夹，刚刚给大家看的，那你可以。你可以给老师照片啊，帮你弄他，你跟你亲密爱人的最特别的东西啊，都可以跟老师做订购的部分。然后这都是真的皮哦，都很香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这是老师的工作室。好，这个在这。不算了。他说他要金色，在他要金色。